涂磊老师好，大家好。我叫董一博，25岁，还在拼搏，非常开心来到这里，向大家介绍我自己。佐治亚大学是我的母校，语言教育是我的专业，毕业后在高中任教。这是我第一次登台，但我会尽量让自己放松。如果您觉得我不错，给我留灯中不中？谢谢大家。还挺押韵啊。对，押韵。什么时候回国的？我是今年6月底刚刚坐飞机回来，很不容易。那这个回国之后，这段疫情期间都在家里干什么呢？我在广州隔离了14天，然后回到洛阳，我的老家是洛阳嘛，然后就因为当地的政策还要再隔离14天，于是我就这一个月就在家里就一直在隔离。这个姑娘的字儿也写得不错啊，就我有点特别不明白，你看她那个样子属于萌萌的很活泼的状态，但她居然是学严谨的金融学。其实当时学的，因为当时我还小，我并没有自己的一个主见去说我喜欢什么，然后我去学什么。被迫的。对，我的父母觉得，学金融赚钱，你就去学金融吧。然后我就说，那好吧。就虽然我不是很喜欢，但是我是有能力把它学好。这句话很有底气啊！我虽然不喜欢，但我有能力学好。来，我们说一下李浩洋和任东柏都比较关心的一件事儿啊，因为他是学教育文学专业，他是拿到了 K12 公立学校教学资格的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特别难获的啊？特别难，特别难，确实不太容易，因为这是一个就是在你去上研究生的过程中，你是需要去当地的学校，不同的学校去实习的，因为是 K-12 嘛，就是你从 kindergarten 就从幼儿园到12年级，你都是要去实习，然后去了解，所以就是还是挺不容易的。你是喜欢教育文学？对，我是喜欢教育。这是你自己选的？对，所以我才选的。本科那是被迫的啊，终于自由了，对吧？那你在国外一边工作有没有一边读书有没有一边做教育工作？有的，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我有去当地的 Athens Chinese School， 就是一个中文学校去当老师，然后我就在那里做兼职，然后每一个星期教2个小时。对，既然你获得了一个如此难获得的教学资格，那你今天面试的是不是教学岗？是的。啊，这个教什么？我想教英语口语。你是不是冲着他们俩来的？是的。啊，你要求薪资多少啊？6000吧。怎么羞涩起来了呢？因为我对自己其实很没底儿，就没有，你没有一个参考标准是吧？对，因为我是其实刚从国外回来，然后我对中国这些职场没关系。那两个姐姐就是帮你这事儿的啊，你问他们俩，来来来，帮帮这姑娘。薪酬应该基本上研究生8000加吧，然后您这个海外回来还有一些实习经历，如果你刚好你的能力和专业都匹配的话，可以按8000加往上，这是市场上的一个。薪酬范围，我给你建议可以拿到10000，因为你有 K12 的这个认证，在国内的中文老师其实没有几个有这样的认证。加到10000。对，我也觉得是那个要到10000加。东哥，你这是吃瓜不嫌事大啊！因为我也想要他，因为我们要给很多大人教英语，尤其是农村出来的，在家里做家庭服务的人教英语。如果愿意的是，也可以看我的这份机会。好的。而且不只是可以教英语，我觉得有一些教育产品，你也可以做海外市场，也是可以的。好的好的。那咱们就选吧，第一轮选择去火流。好，只灭了一盏灯，还有11盏灯。谢谢谢谢大家。为什么只有一个不会英语的灭了灯？我没有岗位啊。好，他没岗位，要感谢人家的诚实，天生我有才。来，职场情商课堂。阿里巴巴宣布取消周报，你觉得取消周报制度能提高工作效率吗？首先周报制度是什么？每周的工作汇报的书面报告。我救你一下啊，两句话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一种观点认为不写周报，不知道每个人每周到底干了些什么事情，所以不好管理。那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呢，写周报太繁琐，浪费时间，反而降低效率。那有些你认同哪一种？写日报。我认同是不写周报，因为我个人认为一个在一个企业里边，员工的积极性是需要领导去调度的。如果只是就是通过周报来去汇报这个业绩的话，我觉得是太死板了。领导我个人
对不起，恭喜你，跟阿里巴巴想的一样。不是，领导招谁了，还要调动你们的工作？我觉得他这个回答我非常的满意啊，作为一个 HR 来说，因为他是一个刚毕业的硕士啊，然后他也没有在工作的就是公司的环境里工作过，然后也不知道周报是什么的情况下，迅速的了解了周报是什么，然后还判断出他并没有提升工作效率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回答是很满意的。这个事情他是回答这个问题没错，但是呢，正是因为他的从海外回来的背景，我在外企工作十几年，外企从来没有让员工写过周报，对，从来没有过，因为他更多的是通过员工的自律来达成你的自己目标，他认为员工就有自律的。但是在中国企业里边，很多的中国企业如果取消周报可能会导致这个很多问题，但是呢，很多企业还会用周报和日报代替管理，他因为有了周报和日报就代替了，就是这是管理懒惰的一种表现。但我觉得他情商一般，段老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你认为领导应该调动你的积极性，你应该有一个宽松的环境，你没有站在一个管理者或者说其他人的角度去看这件问题，因为不是所有的领导都知道你做了什么的，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情商相对比较片面。但我觉得他情商可以，郭兰，因为我觉得刚才他其实开始看到提这个题是懵的，但是浩洋救了他一下，他立马围绕这个话题去表达自己观点，我认为他的变通心上他情商还可以的。他内心真的是怎么想的，我相信他在工作当中应该是一个不偷懒的人，但是他心目当中又是希望一个管理方面充分给人自由的人，是的，所以你要说他的情商，只能说他现在回国不久，他还没有摸到国内企业的套路。我告诉你啊，要本真啊，对。接下来最重要的是，虽然他已经拿到了 K12 的这个教育资格，我们要不要现场考一下教育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跟其他的方式不一样，我们说老师正常情况下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才能智慧去教学，但我们呢其实是让老师去驾驭一个人工智能的系统，把老师的智慧和战略放在一个系统里边，然后呢这个系统带着所有的名师的灵魂来去给孩子千人千面的去教，你觉得你能驾驭吗？我可以这样做，对，我可以去经过你的打造去对，上司有责任要调动你的积极性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我问你个问题，假设我的孩子两三岁，我现在就面临一个问题，说我希望他能从英语语言启蒙的时候，我能帮他，你会不会教家长怎么去教育孩子英语启蒙？你有这样的经验吗？两三岁的小孩就是家长是没有的，因为我是说你有跟家长交流的经验吗？暂时没有。啊，那就没有就没有嘛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搞。这个可以有。可以有。都可以。对，好。东哥，你那边的那个培训都可以交给我们呀，用系统就行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揽生意了。好，来第二轮选择去火流。还有五盏灯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请翻牌，杨荣。岗位是我们这个孵化项目哈奇智能，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海外市场啊，薪酬是7K。段东，我给你提供岗位是五八到家的英语教师。刚才段东老师可是亲口说，因为他有 K12，所以应该10000的。对呀、啊，对他确实说了，我也想起来了。我给你建议，可以拿到一万，因为你有 K12的这个认证，在国内的中文老师其实没有几个有这样的。段东是在什么情境下说这番话的？王雅韵说，以他的学历应该8000。对。段东非常自告奋勇说，不对，他有 K12，所以他的基础工资至少应该是10000。加了，他可没说是教谁，对不对？哎，段东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那我也知错就改。在抢人方面一定要薪水跟得上。加了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段东咬着牙都自己贴2000，我告诉你。好，来郭兰。金山云给你的岗位是我们教育云部门的商务，欢迎你来做销售。8000哈。8000。好，来李浩洋。哟，李浩洋今天出这么低啊？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的老师呢只有平时是7000，暑假大概是在10000到12000。这样的工资，但是呢其实我是挺希望你能够来做我们的研发员的，我觉得你离研发员大概也就是1-2年的时间，我觉得你不能一直做一个老师下去，对吧？
在其他地方拿20000做老师，做个3-5年也没意义了。但是如果做一个人工智能打造者，我觉得对你来说才是不一样的潜力。来，赵小叶，我们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呢是一家做这个体育教育的，你可能会觉得跟你关系不是很大，但是呢，我们其实本身呢，我们现在是有很多的教学产品在研发的，就是我们有线上课程，然后也有更多的知识类的这样的内容。那我们很需要你的国际化视野。好，考虑一下，灭掉3盏，留下2盏。对不起，没问题。来，有请段东、李浩洋谈钱不伤感情。好，18000，这个，奖励1000是吧？嗯。哎，工资要不要谈？谈钱不伤感情。嗯。要不要再加？让他加到10000。嘿，让那上海的加到10000。你可以加吗？我觉得我们这里边，我刚才说了，这是底薪，因为你代课代的多的话，其实肯定还是会多的。还有 K12的证书啊，欧阳，我知道你要交10000以上。基础的经历是肯定是值得10000以上的，对。但是呢，因为老师这个岗确实是，他不能打破，我已经给你打破了。你这种特立独行的人，不要跟我说什么规则不可打破。是的，即使他是想要你的，但是咱就吃不过这口气儿，咱就不吃这口气儿，凭什么？我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的专家啊，我觉得你看一下这姑娘，她今天整场的表现，她的思辨，她的资格，你看一下她，然后你再看一下老段，10000，你再好好看看老段的眼睛，符不符合你平常一贯的令我们敬佩的行为风格？没错没错，我认为你应该听大哥一句话，应该加。支持段东要他加价的都到那边去。哎，我厉害呀，加价加价。哎，我这样说吧，哎，今天这个姑娘虽然说你只加了2000块钱，但是这是榜样的力量，因为像她这样从国外，因为这次疫情回到中国的姑娘会越来越多，这样优秀的人才也会越来越多。你这2000块钱，这不是招了一个女孩，这是招了一堆人才。表帅呀，王少峰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我准备过在一个大的1000人的公司里边，嗯，同岗不同酬，这个让其他的老师，尤其我们有教了4-5年的老师，业绩也是非常好，续班率也是非常高。我认为，万一，哎，我说完，万一姑娘去了，一开始一年续班率还不如别的老师做得好呢，满意度还不高呢，我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在非你莫属的历史上，厉浩洋不止一次打破自己的规则。对，没错没错，董事长，在特定的环境下，遇到特殊的人才。就有打破规则的权利，就是啊。第一，你说，如果他一年绩效没有那些老师做得好啊，你加到10000怎么办？我举枪娃，补上你的差价。你看，第一，小峰，那个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不用你补。第二呢，我加到12000。哦，我是信的，好吧，走喽。对的吧，哎，所以，哎，所以姑娘，我实际上是为了你那个 K12证书加的，哎，所以我们这些人到底是在怼李浩洋还是在冷落人家段东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段东是得道多助，刚才我们就站在这，站在段东这儿的。好，考虑10秒，做出你最后的选择。松鼠 AI 58道加，谢谢，再见，你的选择是。松鼠爷去吧。哦耶，对于今天场上的这种情况我是非常的惊讶的，因为我没想到，就是我的这个，因为我刚刚回国，对我自己的水平其实是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，但是没想到大家都这么的就是鼓励我，然后愿意让我有工作的机会，然后也是为其他海外留学归来的学子们的一个很好的开头吧。